身为一个基督徒，见到佢唔公义嘅状况，更加要企出嚟守护孩子。我哋是好鄰社北區教會，咁咧其實我哋教會咧喺呢段嘅時間咧發動咗一個叫守護孩子行動。咁我哋會孭住件黃背心啦，就分落喺散佈喺唔同嘅示威嘅現場咧，睇一睇有咩衝突情況。我哋希望做一啲調解嘅工作啦，包括係示威者與示威者，或者市民啦，或者可能係示威者同埋警方嘅嗰個嘅調解嘅。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可以為神、為呢個社會做嘅事情就係呢一樣嘢。我哋呢一班人咧，其實來自社會各界，亦都唔一定係基督徒。而家又多咗啲爸爸媽媽，上咗年紀，甚至乎係有啲廿零歲、十零歲都加入咗我哋行。我八十三歲幾啦？八十三歲。八十三歲零零八個月，八個幾月啦？唔驚得咁多噶啦，有膽出嚟呢度就驚一半到啦。即係啲細路仔仲有大把嘅人生，但係佢哋都可以咁樣，咁同埋激勵咗我，就算好驚我都會行出嚟咯。現場我哋就做分隊啦，我哋有七個人一個小隊。咁我哋就組成咗人員，就勸啲警察你唔好再前行啦。即係嗰種犧牲嘅精神，你打我好過打啲細路啦。我哋嘅原則，我希望香港人唔好打香港人，警察都香港人嚟嘅，警察都有父母。另外我哋都會做一支援，例如可能有一啲嘅年青人，喂，前面幾個揸車，佢哋望住你喎，指住你研究喎，指住你研究喎，睇住個 headshot 啊！停手啊！停手啊！我哋嘅成員咧係為咗保護個老人家。警方咧就即刻就喺時間就捉咗佢，覺得佢咧係阻差辦公。我即刻衝到上前話 ：sorry 啊 Sir， 我諗有啲嘢係誤會咗。其實我想講，我哋講都未講完，其實警方就用佢嘅胡椒噴霧噴咗我哋。即係元朗嗰個事件啊，我哋真係喺大馬路睇住第一單屍女，即係自己人去解決嗰啲男屍啦咁樣。我哋勸唔到，拉唔到，我哋七個人乜僆仔廿幾個人，我哋真係做唔到地方。今日咁，警方咧而家好多部署咧係好突然。我哋呢班守護孩子嘅，其實好多時係冇咩可以做到嘅。而且見到啲警察棍棍打亂，即只能夠喝住佢喂嗌。係啦，放過。算數啦，咁我大家就放咗啲細路仔啦。冇收啊！做翻個好人啊！個天有眼噶。好啦，好啦，辛苦啦，坐下先啦，埋邊。個天係有眼噶。坐啦。其實越多人出嚟參與，我哋相信係越能夠守護到孩子，即係起碼同佢哋傾，或者佢哋唔好受傷。咁我相信唔會話完全無效，而且我哋相信更大愛走出嚟係會令到更加多嘅年青或者更加多嘅香港人喺灰心裏面重獲個希望同埋繼續有盼望。